正带领着中国大陆走在改革开放的最前端一样，我对这座城市充满了浓厚的兴趣，想亲眼来看看深圳的美丽与伟大。深圳在创造现代化的奇迹之时，并没有以牺牲环境为代价。我走过的大鹏新区就是一个很棒的例子。大鹏半岛森林覆盖率超过 76%， 整个大鹏半岛被称为深圳的桃花源。大鹏新区依山傍海，海岸线长达130多公里，沙滩、岛屿、礁石等地貌丰富，是广东乃至是全国海岸风光最优美的地段，有着深圳明珠之称。深圳人才公园位于粤港澳核心区，毗邻众多高科技企业总部以及高层次人才聚集区，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，相得益彰。这座公园是环境与时间交织成的城市生活剧场。莲花山公园是深圳市民最爱去的公园之一，也是深圳的游客必去的景点之一。更不能错过的是莲花山与市民中心空中连廊，晚上7点更有着让人流连忘返的灯光秀。绚丽的灯火照亮了深圳的夜空，也点亮了每个游子的心。走过深圳这些地方，